我们现在前面的目的地是今天的逛吃目的地领馆巷，领馆巷步行街、前面就是了。其实领馆巷步行街距离大巴扎特别近，搁这步行过来不远就是。这里可能还有好多好吃的新疆美食，我们来了。领馆巷，哎、哦，就在这儿。这个是什么？核桃馕。怎么卖呢？2块一个。这个呢？荞麦馕。荞麦馕。来个肉馕。这个来一个是吧？对，我们尝一下。哎，行，先拿这俩。我们现在逛吃的方法就是多品种、少数量，每一个买一个，然后尝一尝怎么样。这么小的馕，我还头一次见着。对。啊。核桃馕。核桃馕哈。皮儿还有点脆，这是牛肉馕。牛肉馕吃起来还不错，10块钱牛肉，10块钱一个。烤包子哇，来了，烤包子来了。多少钱一个？3块。买三个9元对吗？对，三个烤包菜系吧，是吧？这个是烤包子吗？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两个这个。好的。12是吧？哇！快来尝一尝，有点烫手的感觉。皮儿很酥，热热的烤包子刚出炉的，就那种口感特别好。然后里边的羊肉满满的，咬一口就感觉很充实、很扎实的羊肉。你看那个卖包子的时候，长得超级帅。看。不点，刚刚吃伊利百年冰激凌，尝一尝这家的冰激凌怎么样？冰激凌怎么卖？15块钱一份，可以选4个球，4种口味。哦，好的。我们这个冰激凌是乌兹别克族的冰激凌，据说有百年历史。我们尝一尝，味道怎么样？15块钱这一大杯，里面有4个球，4种口味。我们买了2杯，8种口味，看一看它的味道。这杯果然是甜蜜的味道。你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法国。怎么卖的？10块钱10个。哦，要拍一下。好的。鲜的无花果，我们平时吃的干的无花果，这是鲜的无花果。南疆的。哦。啊，是。好吃。哦。我们来了一家面馆，很特别，从来没吃过，叫手搓拌面。刚才在门前就看到有搓面的这个人，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手艺。咱们尝一尝味道咋样？闻起来很香，看起来有牛肉，有土豆、青椒、西红柿，还有白菜叶，面相当劲道，跟我们平时吃的面口感不大一样，味道还不错。馕好多，好多馕。我们到超市逛一逛，看看有啥生活补给的，还有新疆特色。呀，这个可好看了。一个，好，走着，好的。新疆人爱喝的奶茶，尝一下。来，给你的。故宫路的。新疆面粉。酸梅汁。我们来买干果了，红山干果市场，进去看一看，新疆的干果非常好吃。杏干啊，这是杏干，这稍微酸一点，这甜一点。再来点果奶疙瘩。买了一些干果，这些干果有大鱼爱吃的，有小妹爱吃的，也有我爱吃的，每个人分别选的自己爱吃的。咱们回去看看都有啥。到家了。今天我们去了市场、超市、领馆巷，还有干果市场。对。看看我们都买了啥。哇，有好多我们没有见过、没有品尝过的新疆的特产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些。还有呢，就是虽然是我们也在别的地方吃过，但是现在到了原产地，所以我们要尝一尝原产地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。鹰嘴豆酥，我们知道鹰嘴豆呢，它是原产于新疆。鹰嘴豆酥我们还没吃过，来尝一尝。对，这个还没吃过。鹰嘴豆有2种口味，你买的是吧？哦，是这样的。小妹妹看，鹰嘴豆酥，葡萄干鹰嘴豆酥。对，小哥，你这个呢是巴旦木的鹰嘴豆酥，你尝尝。
还挺好吃，没有那么甜，有点桃酥的这个感觉，比桃酥稍微硬一点，有鹰嘴豆的那个豆香味有一点点。嗯，你尝尝我这葡萄干的。嗯，口感上呢就是普普通通，有点桃酥的感觉，比桃酥稍微硬一点，酥酥脆脆的，不甜。嗯，第二个切糕，哎，这切糕挺有感觉，全都是果仁。哦，哇塞，尝一口先。这可以掰下来吧？我尝一下。哎，全是。用料很扎实，有一点硬，微甜。嗯，下一个。第三个，一个巧克力威化，威化哪儿都有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是新疆的，看看有什么不同。哇。嗯。果然是普通威化的口感，味儿还可以，味儿可以。嗯。第四个，烤奶皮儿，这个我挺喜欢吃的。嗯嗯，在嘴里咬起来呢，就是那种奶香味儿。我们还买了几种饮料。嗯，咱们就喝一个杏干汁儿吧，杏干汁儿，杏干汁儿。这个在别的地方可能还没有，但西北还是有杏汁儿的、嗯。但是没听说过杏干汁儿啊。我们尝一尝哈、啊。对对对，不是，这里都是大枣。啊，这里面还有桂圆，还有枣。哎，这个好喝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很甜。嗯，这个好喝，这个好喝，这个适口、嗯。这个好喝。好喝。嗯，这个杏干汁好喝啊，还不错，这个还不错、嗯。然后还有一些大碗奶茶，新疆的玫瑰花茶。这些小零食都是大鱼拿的吧？这些小零食都是大鱼买的。然后这个我们买了之后就吃了，半道就吃了挺多，掉干杏其实还挺好吃的。我奶嘎的，这个是无花果，无花果干也挺好吃的。重点来了。我们喜欢吃葡萄干，家里呢常年都会准备葡萄干。这次呢，我们又选了一款这个葡萄干，当时我们品尝了20种有了吧？那老板说的新疆葡萄干有300多种，然后我们就选了这种，口感非常好，这是我觉得尝的有最好的，它的价格稍微小贵一点，但是是最好吃的那一款。这款适合我们哈、嗯，好吃好吃。嗯，这葡萄干还挺好吃的。嗯嗯，房车旅行，我们时常会在房车内做饭，但是我们不耽误到各地寻找小吃美食，所以今天我们买的这些虽然没有尝完，但是我们陆续的会一点一点都尝一尝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